有什么问题？没问题啊，没问题，没有问题啊。我们三个都支持，不行吗？管不了，管不了，管不了一点儿。好好好，好好好。你怎么看？我没有话语权。今天晚上。和游戏跟那天晚上一样，我们就是赢宝藏。然后我们第一个游戏又解锁一个新游戏，叫做套对照游戏。套对照、啊？这是什么鬼啊？这什么游戏啊？就把这个套那个里面。我最不会套对照了。我来上上，我来，你们两个上。嗯，他去吧。自首引导不。自首不。哎呀！又输了。怎么说？第一还是最后？静观其变，我们要最后。我们最后。好，专辑来套位置。家长上，家长先上。大心，我来。太久。毛哥上。这个有点厚重。他们俩在中间，我去外边。三二一，开始。陈坤，你那一点威力都没有。这个大的根本不好搞，这个大的一拉就开了。就这样。你拉四个脚，对，找脚，那扑下来。你来操作吗？他不会跑，拉那个。专辑有点凶狠。哎，这是爹啊！不愧是一家之主。
已经躺好了，已经躺好了。不愧是一家之主。过来过来过来，躺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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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躺，除了头以外的。完美。呀！胜利舞。来，来，我来学张吉那个，两个脚一抓，然后一拉。打起来。那我来打结，你来。还是你，还是我，我相信你。约翰大力出，打个死结。来，1分钟倒计时，3、2、1，开始。毛哥，哎呀，毛哥，毛哥，你在干嘛？太极无力，不是这个，他这个太大了。毛哥，毛哥，哇哇，大力出击，约翰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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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沙袋，哇哇，什么鬼？还在打鱼、啊，加一分钟解不开。毛哥，你那边一个结还没揪起来。哇，你看这，再打一个，再在这基础上再打一个。哇，走了，在干嘛？还打得起啊？别打了，还在打。OK OK， 哇，还在打劫，找不到洞，这个洞接到了。妈，我最后一个接，接到了，接回去。哇，完了。你打篮球呢？干嘛？你想打篮球，你现在把这个搞成一个篮，打球呢？哇！你在看什么？你在干什么？这个太大了，找不到洞。你想干什么？你把这个解开之后呢，就把它搞成反面，然后直接。准备好了？来。这个被子，来，我给你写速度。我们这个时候已经开始套这个了。玉涵前两个很硬，这个脚踩的。学到了，我晓得哪个字。别急别急，先开始。根本就拿啊，雨涵拿着了，雨涵，哇哇哇哇哇，已经一分钟了，快要啊，拉拉拉，呜呜，好，搞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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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动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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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你不应该先把面给他翻了吗？从里往外翻。没事，他们已经输了。好，你先别慌，你先别慌，你把这个整好，把这个整好。好，那个口在哪？OK， 那个，你拿着。那个脚呢？那个脚呢？反了，没错，刚刚没错，你就拿着这两个脚。不对啊，你。哎呀。拿着，不是解了50。可以。来，这边。
好好嘞。好，有人将就将就将就，来来来，拉你拉你还要拉呀？拉你不拉？拉你第一次拉的。啊，是呀，是是是是，投入出来，投入出来，不要露出来。上次还有黑手。哇，糟了，下一组糟了，我给你们打死、哎，打死。糟了，我来。我打贝丹嘛，这是。打蒙迪尔。非要让我们第一个来，真的是。非要给个标准答案才得行。你们能记得和能套的都在你们组。你怎么知道我一开始会套啊？因为你棒棒。三二一，倒计时开始。玉涵又开始操作了。哇哇啊！哇哇！三重加固，那个什么节哟，你好，这个裤子踢掉，裤子。那边也成熟了。杯子三个球了。最后那一波用脚踩一下。OK。我们野兽家族都落魄成这样了。野兽家族，野兽是给他扯开。我甚至都不知道这是个什么构造。乱杀，乱杀！野兽准备觉醒。三二一，开始。不开了，怎么样？不是他。OK， 我这个不好解哟，肯定耗时间。你这个，真的 OK。开头两个是这样的，哇，这种，抠都抠不动，就这个。过去了40秒。一个节号40秒，这连球形都还没解开啊！还有，不是于涵，你是在宿舍里练打节吗？你是？好狠！快点儿！你打开。以前翻成正面。不对呀、啊，还有个井。好、啊，没有了，你翻成正面。不对劲吗？翻正面。5分钟。我该睡一觉了。睡觉了。你们在干嘛？可以吧？可以的。好悠闲的段落。可以，反正排名已经稳了，慢慢来。不着急啊，咱们。啊，不着急。咱们不能急，打开，打开了，不是你放在床上，你对我口对我口对我，好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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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是这样吗？是这样。然后你站着，我是给你拉的。啊，这样塞呀、啊？可以。嗯。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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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可以吗？对，进去了那两个东西，这样塞，猴年马月这样塞。要不你们仨直接钻着被套里吧。不能着急，不能着急，咱们慢一点，慢一点。拉链被拉坏了，拉链，咱们得关心一下拉链的情绪。哎，干！
很完美，你整理一下被子质量啊。你怎么又整理了？不用整理了，你在干嘛呀？哇，这被子睡得挺舒服，不想离开了。还好还好还好，差距不大，差距不大，几分钟的事儿。哎呀，我好拉呀！五张，才五张。我还是抓住了那个人，就可以获得那个人的所有的财产。这次我来，你去，我来，给我。石头剪刀布，布杀，拿下了，乱杀。没想到啊，没有手气啊，没有手气，没有手气。怎么说？你接得到吗？我忘了是什么东西了。音是没适合谁吗？我记得了。那么你去吗？我记不得。我，那真是瞎子了。对。好了，倒计时五分钟开始。不是我这怎么判？我是谁？我是谁？应该是硕哥，他是那个中式家庭的妈妈。我不知道怎么辨别。哦，我知道，美式家族的那个妈妈。浪大了。啊啊！我偷看啊！哎呀，走走走走走。你肌肉发下力啊，我看一下。这个我这怎么判别？我猜一个吧。中式家族的爸爸。Nice， 等我两会儿。行。是什么没人了呀？哎，你长子啊，我看你好。这个头发好像有点哦，我知道。你是家族的爷爷爸爸是不是？哎。
啊，穿了个外套。美式家族的女儿。Nice！ 啊，太极限了。我怎么在 ？Come on！ 是不是我们就不用在 ？OK。五分钟倒计时开始。我其实抓不到几个也行吧。猛冲！啊！服了！抓到一只脚，看看。哦，这个是中式家族的妈妈。哇！是谁呀？哎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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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，真的好长！这是野兽氏家族的女儿。等一下，我记得带链子的有，这是野兽氏家族的妈妈。怎么动静都没有啊？不是。手拿出来，啊，野兽氏家族的独狗儿子。我来，我刚才前几次一点贪欲感都没有，我脚都痛了。绝对一拳全吃。
皮啊。不是，这个嗓没压下来。哦，野兽是家族的儿子。这个站起来的，这个动作怎么这么？耶！哇，好大一坨！这个，哇，头发，哦，啊！我是家族的，咋了？没人，哎，人呢？耶！这里面有一坨，哇，抓脚了！哇，这里，哇，出来！哇，这么大一坨，啊！啊，野兽是家族的女儿。不是，他怎么没人呢？哎，小心后面，我们是死人。宝贝儿，戴个帽子，好熟悉啊！野兽是家族的爸爸。啊，爸爸妈妈，对，忘了这操作了。你把帽子给我干，忘记了这事儿了。耶！哎呦，这里好大一坨。谁出来？这。这身高跟我差不多哎。我挠你一下，美式家族的儿子，这，美式家族的。妈妈，你怎么猜到的？我看刚我随便猜的，剩下你们家族的就比较强壮了，对你。先石头剪刀布吧。石头剪刀布。哎呀！石头剪刀布。最后吧。最后。好。来。这怎么？你能一手一只吗？你就这样一手一只不就行？你试试吧。来。开始。你我怎么？你要怎么拖住我吗？你可以这样。我懂了。上。对，我怎么上啊？要这样上啊？哇！强大的核心。强大的。
你真的抬起一只脚起来，我真的哇，这个核心太强了。你说，你这挤不下哟。哇，一只脚，一只脚三个人，哇。哇、啊、哇，这太厉害了，简直是神，简直是神，整一只，我们四个人一只脚，且说怎么弄，这样，然后啊，然后呢，然后你踩我这个，然后你再踩，踩，对，这踩不，这滑的呀，踩我手，踩手。啊、上不去，我感觉。小心，这有点矮，这个上面。哇！孩子哇！孩子不，那怎么办？我矮人手，你孩子不？哇！哇！我要碎掉了！要不他去当主席？我来。一个人顶四个人。哇！我可以扛一个，我扛你吧。有脑子轻一点。啊、扛你。你扛我？怎么扛？哈哈。哎，慢点，头。Okay. 然后怎么办啊？不知道。然后他们的办法来啊啊！这核心啊，这是存在，不是，等等，不是，等等，上不去，不行，哎哎，把推上去，慢点，把推上去，你下来，你先管一下，管一下，想一下啊，想一下，一人做一个肩膀。啊、他这么猛的吗？就看他行不行。来吧，我上来了。这太狠了。那我怎么办呀？真的有点，哇，真的。腰间力量得多么强大？那我怎么办呀？你踩我的脚，你踩他脚，那你把他俩抱住，相互扶持。冷静一下，等一下，不行。啊哦，我知道，那这样你去御寒学院，我去张琪学院，你们两个先上来，应该也可以。来吧，哇，我们俩上不去，我们俩上不来。张琪来，我扶个张琪吧，我把张琪这么架着，那我怎么，我坐不住，谁抓我去？谁拉着我？我可以，哇，太极限了，兄弟，我可以，太极限了，先上。太极限了，这一只脚真的是，哎，两只脚吧，实在不行，我不能碰地啊，就两只，上面也没有抓的，要不你们往这边来点，我脚搭你腿上，然后手撑墙试试，可以，反正只要在墙上就行，我能顶，谁能顶我呀？我怎么上去啊？我上不来啊！我抱你！哇！行不行？我能行，我可以，还可以！哇！四个人一只脚，壮举，这个是。我承受了200多斤的脚趾门，我的手撑起了整个自己。因为我们是一家人，相亲相爱的一家人，有缘才能相聚，有心才会珍惜，何必让漫天乌云遮住眼睛。真的离谱。太极限了，这跟一辆小汽车碾了有什么区别？他们要么三人领脚，不然打败不了我们。三人领脚，唉，四人领脚，怎么无领脚？三人脚尖不行吗？理论很准。脚尖，来，三二一，走。三个人比较容易。谁是胜利者显然可见。那一刻我撑起了天。
不用了，不用了，才两张贴纸，打发谁呢？打发我，我需要两张。按个人的那个什么分那个牌位，相亲程度，恩爱程度一家的，美式，必然是，必然是美式，美式啊，互帮互助，主打一个。好。家长一个房间，孩子一个房间，小不得，男女分，男寝和女寝。啊，这么强大！哇塞，哇塞，神！哇！Nice， 不用动了，不用动了。哎呀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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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想到你背，我想到你 face， 我把烦心事都放进微箱丢在 freeway。我想到你背，我想到你 face， 我把烦心事都放进微箱丢在 freeway。发现前面有那个牛从前面路过，于涵有一段路他怕，他就去后面。你怕？我不是。啊，就是怕。干嘛？我穿衣服。干嘛？完全没有任何资金的任何流动。二两倒着会，互相配。我只是睡觉不喜欢穿衣服。我有一身少年装，山川河海闯进我胸膛，世界到底什么样，我要自己找真相。我有一身少年装，骄傲在我枝叶里流淌，要做就做那道光，将所有的黑暗照亮。一颗种子的梦想不光是被埋藏，现在低头的模样也不是没方向，脚下跟紧越着装，我越是不匆忙，因为最终我会屹立在最高的山岗。那些风那些雨那些伤，都当作我出场的乐章。还要历经多少年的霜，神秘的酸菜的老陈汤，阳光下最耀眼的生长，炙热的方向，狂风暴雨都不能阻挡，轻轻敲响埋下的梦想，汗水浇灌着野蛮生长。拜拜拜拜拜拜。